那个二十年，嗯，是他们的。这是拍旧的房子啊？对。好，好。
四号啊。可以，不用了，没关系。这个什么机器呢？那就那佳能的，索尼的，嗯，索尼的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摄像，小摄像。具体价格我忘记了，只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就可以。什么型号？我们不懂，我要看。哦，四 K。小朋友大了，带个，买一个，那给他爸爸也要看。啊，这可以，家用的，啊，家用的，家用的，但是不防抖，这个有特点，不防抖，不防抖，对，买一个防抖的。对，家用防抖比较看得清楚。对，我们不专业，只要我带着他玩嘛，弄个成长制度。对，那蛮好的。对，你也是专业的。不，我也不是专业，业余。好，谢谢。
没办法过去，你这个东西外面肯定你签错了，我上面看过了，你怎么过去了？我估计你打给我的单子怎么走呀？
香料。
嘛，他家的大闹天宫嘞，是吧？因为身体不好，你就不能。
外去吧。他们不是
吃水好玩啊。你给我十块。